你别看这个小区有点破，生活气息啊特别浓厚的，东西通透，日晒充足，采光特别的好。走，来来来，这边，咱们小区啊通勤也是非常方便的，就那边一公里就到地铁站了。宿舍英语？哎呀，一千米，考试不也就三两分钟的事情吗？我没有及格。见识一下师傅的骑法，看你怎么破我这个局。看那个小区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小心车。老板，给我来个煎饼。再加个炒鸡蛋。好好。本来呀、啊，他只是来采点东西，结果一眨眼的功夫都把怪爷给打掉了。我最近又带了个新小孩，哎呀，现在的小孩呀、啊、可厉害了。哟，还是你厉害呀、啊！我这个花枝。将军，昨晚啊，我终于把我闺女从精神宫里救出来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玩玩？我下矿都给你们。转眼又到了皮马特一年一度的海人节，在年人们热火朝天操办节日庆典的将军，并非是终点。他们都在说什么呢？大龟龟，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啊，你说惹头龙王啊？网上教学视频，你学一下。什么？教学视频看不懂？行，联机。不就是一个周本 boss 吗？我过去两分钟给你推平他。不用，嫌没劲。行，给你配个队，一步到位。角色充能至少250起跳，生命杀、暴击头能给的。都给最好，嗯，哎，再来个上盾，手里拿把枪，特身上的那种。一开始甭管用得上用不上，先放一个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一口地道的林月枪，倍儿有安全感。妹妹是小贝。好，没问题。什么？剩一物用绝缘的多少够？嗨，就俩字儿，到顶。你看看，周围不是永动队就是纯火队，要配，咱就配一个新的。不然啊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就草系那个大耳朵啊。你不用担心，我配对思路提给你，当然肯定有我的道理了。什么？没有大耳朵？那绿头发戴围巾那位呢？在上个水系打绽放。我有个朋友刚玩，有什么好推荐的吗？这个选择嘛还是很多的，像妮露啊、哎、或者这个佩德斯都有意思啊。我也用了这个队伍。你没玩啊？真的？你都玩、啊？还有谁？是是，我跟你们说好了，像我这样聊得这么投缘，给小贝的钱就行了。打篮球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进攻。很接近了，是防守。来，跟我一起做防守动作。
束手就擒吧。将领，不喊行吗？不喊出来，不喊出来怎么能体现出你坚定的意志？怎么能让对手感受到你的决心？来，束手就擒吧。算你入门了，回去多加练习。接下来我们学习最基础的进攻动作，三步上篮。上篮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熟练。很接近了，是滞空。滞空时间越长，对上篮得分越有利，所以跳得高很重要。那怎么样才能跳得更高啊？你跨步的时候，就想象自己踩到的风种子，每跨一步就踩到一个。听懂了吗？完全听不懂。除了突破上篮，远程进攻也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我教你投篮。投篮什么最重要？这个一定是精准。很接近了，是分散对手的注意力。只有嘴里不断叨叨了什么，才能够瓦解对方的意志，有力过人投篮。闲人勿扰，以断罪之名，兔兔伯爵出击，一起来玩吧。哎，既然进攻与防守你都学会了，那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教给你，那就是心态。我问你，打球落后怎么办？虽然我想说坚持，但感觉你想要的不是这个答案。很接近嘛，是奇招，这样才能打乱对手，才能翻盘。想要出其不意，就要换个角度思考。比如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L， 是 large， 大号的意思。很接近了，这是倒七，只要换个角度思考。这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教练，当然是元神了。哎，教练，我想玩元神。